行。来两个。这炒会水的哦。这八皮炒香。八皮炒香。四个。大尾无？大尾无？来，想要食炒虾的人家，免一千，免八百，五百了。来两个。我只下搁送你新价钱，只下搁你，搁一个人家五百，怎么吃？八皮炒虾，五百个。来吃。吃下袂？你八皮讲。两个。最后一个五百，怎么吃？两个。那个。来吃。我点了高。来，谢谢。其实吼，我讲真嘞，我啦。我若讲做会到，尽量俗哩。阿姐，即箱哦是啊，你阿拄啊是咪二十个？啊，阿家笑个啊！恁遐迄个物件拄啊二十包，阿会欢喜个讲。不过拢无饲，人家上爱食迄个讲。对啊，一盘落蒜，哎、欸，我来讲，你个人要食蒜泥个无？即箱我真正无度过你啊，即蒜泥啊，即蒜泥个买你。爱食免五百，免四百，你只要加起钱，我来互你欢喜三百块了。有人要食鳕鱼未带来无？三百块，三百。有人要食鳝鱼的买带无？三百。你敢有物件无买呢？拢有啦，三百。有人要食鳕鱼未带来无？三百块。这鳝鱼的买溜啊，这十个用煎的上好食。你小家庭的你用煎的上好食，五分落去钱用炊拢好食。三百。有人要食无？恁爸都爱了钱三百块，一盘三百，你鳝鱼你若要搞买？你无可能搁好买啊！三百有人要食个无？啊，这你还换出来啦？你安尼我以后真正无阿咪好啊！靠呀！下次你若大家拢要换出来，我真正以后无阿咪好啊！讲真正，你遐上支持来拢要怎换出来？国外遐拢无人，只能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人家要食蒜泥个三百就好啦。三百个有要食个无？有当时啊，只有你嫌哦，我若娶了，对不起，真正把我买过人家，真正啦。是讲安怎啊？二十、六、八、十个、三百钱来啊！至少一个人家搞买好无？莫讲无半个无，再搁一袋嘞，一个，再搁一袋，再搁一袋嘞。来啊，加收啊！啊，只话安讲啊？我今仔是来讲真个啦，嘛无啥好啦。一包叫花雕鸡啊，内底全部鸡腿肉，解剁一块一块，十一块至十三块，汤头你啉着回甘，汤头解控制二点钟，这当个鸟粉好啊，一点偌济你才外口三二啊。这是我上大的生意啊！一包花雕鸡我搁送你啊，一斤的蒜鱼啦，搁送你一包花雕鸡啊，一瓶五的人家搞买啦，你若考虑真正买无啊啦，三百好啦，我吃啦，三百好啦，你若一盘咧搁卖一个，恁别倒啊！阿嫂，这卖一个无大卖啊，安尼无大，后壁啥物我搁遐一百箱啊，是诶，这卖一个真正无大搁倒卖啦。大家划着啦。好了，啊，这个路真正了钱，这个路真正了钱。我这包三百一杯，一包半斤拢无饲的，这都袂用煎的，煮球时阵包包落的，我这已经了钱啊！一斤的蒜二卖你三百，搁送你一包花雕鸡，规包拢鸡腿肉，一包半斤的迄个三百一杯，我算送你的，若无就卖买啊啦，我收啊啦，我尽力啦啦，卖死啊啦，一包就百三啊。好了，安尼就好啊。来啊，你阿妹，你买若无收啊，三百好了，来三百块好了，三百。够人要吃无？三百，要收这堆三百，搁袂用吃，真正无多。阿叔，你几个？两个。两个。嘿，两个。我来讲。你帮我借无？我搁招一个客钱，我搁做一个上官牺牲你。我这真正无多搁落摇，只要搁一个客钱，我搁出摇落去，搁一个人家三百外，再一个个人。搁一个三百块啊，三百块上面写，来，来两个，恁家敢有我的老主顾无？敢有？有人知我这块念都卖偌济无？有你甲讲出来，我这块念都拢卖偌济。200。一百啦，这两百，恁别拿我做咩比？假粉丝。恁有可能这念都一块卖200，这拢五块卖500，一块卖100啦。这块念都拢无饲的啦。我为着要表现我最大的心意，要恁欢喜啦！一斤的正片蒜啦，一包半斤的迄个三百鱼皮拢无饲的啦，一包花雕鸡啦，真正一世人嘛安尼卖过，真正无甲你骗的，拄着啊！
拄着啊，好恁啦！拄着啊，拄着啊，好恁啦！安尼袂晓食，我随收起来，无过来拜托啊，我过来拜托恁的表兄。哪个我？你啊，你过你过你考虑哦。客官，分分来了，收起来。快提钱啊！卖好提钱啊！你卖提钱啊！无咩啊？收起来哦。你啊，啥物拢我收收起来。迄个啥物？迄个花雕鸡啊，搁迄个鱼皮拢我收起来。你嘛未死个尔嘛？了死个咯，了死个咯，了死个咯，了死个咯。无你演戏个啦，无你演戏个啦，真正无爱怎个。你若袂晓买，我甲你拜托，唔对啊。来分你咯。好收，你收啊，加加单收收起来咯，没关系，迄种小寡代事尔，迄无啥物。好，花雕鸡你单收收个咯。你先开了，单伊开始我。来好来，这算你的嘛，我客气。既然阿伯来我了，我嘛感谢您啦。您算好人客啊，唔够我了，三啊、四啊、五啊、六、二、四、六，您别两分，你别两分嘛。哎，两分。要弄好是的，客官，客官，赶紧来，你弄好叫叫我。赶紧啊，打灭了，打灭啊。来，等等咯，我说的，这袂甘要这边较细。好来。你有要要点啥物哦？若无我要休困啊。啊？有要点菜吗？杏鲍菇起起，杏鲍菇起起。那话要杏鲍菇已经起好，我咪讲叫你四包起一堆。好，看头前个，吹着啦，吹着啊，紧嘞。好嘞。好嘢哦，三包拢我哩。太多了。这全部三包太多了。是物件太多，钱太多，这若卖你十块，会不会太多？靠了，这一只六十块太多。我是去做大卖呢，啊无你去菜市抬一只看百三百二多。来，你要吃现在杏鲍菇的两包，杏鲍菇哩。来，这都是拢要来。来，这全部啊。四包。对啊，我记啦，想着我记啦，卖恁强，我著卖无只三百就对啊。你卖恁强啊，你著卖恁包唔卖啊，恁无记啦，我也无甲你强求啊，你是。我都袂烧袂一个量啊！你若要嫌少，我无法度。哦，袂当我也要烧啊，要买一杯烤鸭，我要花。啊，无迄落天，无迄落道理啦，无迄落道理啦，哈、啊！你买你就是我烧啊，你买遐济，啊！啊，无你菜市看一百六十有人要买你无？你敢有要食水饺？来，大家你看卖。叫人客看。嘿，二下去吧。进来哦，你若无，我真正要休息啊，我是无勉强的哦，卖物件我真正无勉强。你有需求，我来卖恁才有利。你无需求，我直接卖到艰苦坐过，卖到安尼创啊，嘛唔免安尼，真正唔免安尼，吼、哦，买拢欢喜就好啊。我这水饺内底有一只虾啊，每一粒内底拢一只虾啊，一包二十粒。好啊，对，这间我真正袂当讲啊，吼，要甲卖进去就讲，你真袂当讲出来啊。反正就全台三金沙端购物网站，我你卖一包啊，你自己去查啦，189啦，你去查啦，比我还要细粒啊。我一粒拢加四克啊，你会当去买一包，我买一包当去补看卖啊。一包够你四十粒，我水饺你十对我，我买无超好食，300了。来两个啊！啊，来要食水饺无？300块。两个。有来要食韭菜鲜虾水饺无？300。拢有啊，吼，来收。好，我过来买啥物？帝王要吃300了，300行。鲑鱼，鲑鱼起起。来，帝王现在放这一条300，两条300，三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、十一条、十二条、十三条、十四条、十五条、300。有人要吃帝王蟹的饭无？来，谢谢。来，鲑鱼甲起起。来，鲑鱼要吃1000块，我大哥。这水啊，1000这大块啊，1500怎么吃鲑鱼？有人要吃鲑鱼的无？1000就好。1000有人要吃鲑鱼的无？1500。南霸鱼1500有人要吃无？1000三个就好啦，再搁送你1000啊。来，这个你啊，1000啊，这拢够的啦，好切啦，这个你啊，这个你啊，这个你啊，1500有人要吃鲑鱼的无？来，你先给钱，我搁加少你啊，下面你百几块，哪下过来？下搁少一个人家啊无？遐就真正拄着啊，啊无要安怎？来啊，这个你啊，1000啊，报得过啊，1000。1500有人要吃鲑鱼的无？1000。1500个人要吃鲑鱼的无？1000。有啊、哦，谢谢，来。什么？七块，七块。来掏钱，掏钱。多么使用个大地胶的哦。来啊，这钱我来。来过来一箱啊。1000个人要来哦。过来，我那边我套了无算啊，要你你要1000。
你既然一千就好，就总要够多啊，你就给我乖乖一千就好，好不好？你乖乖的把一千块拿给我，好不好？上没上？一千块可以乖乖的给我吗？好不好？啊，一日食袂了，五百了，我小家庭无变，那无五百了，不要勉强。五百刚好要来，五百块，你要一千啊，五百。五百。五百三袋呢，哦，一千是加一袋哦，来要五百。五百。过来要五百的无？拢有啊吼，都有了吼，谢谢大家。我冇袂过遮凶，你冇袂过遮凶。我人家讲啊，遮货安尼摸来摸去，还袂无啥物碗糕。来，我先讲。你讲要搁食啥物嘢无？啊，无我甲这卖卖好无？你讲人要食蚵仔丸嘞？伊这蚵仔丸内底有包咸肉龙啊，这一包十二粒，真正咧煮熟了啊，一包百二两包鱼也是，唔免鱼也是要一百粒。有人要食蚵仔丸嘞无？100块。芋头丸够人要食100块，拢有啊吼。来，一个你也收起。大哥，换你加货，人家不爱买你加货。你讲我要啥物无？客人要鱼翅根。鱼翅根切了了，这炸了切了了。美女，你讲我要啥物？